我的汉堡多少钱？我看一下，先除汉堡我猜。那我先除值200元就好，可以吗？所以这一小要换500元，它是有骨头的。那我除值好了，我还要再重新排队吗？对。那你等我。你可以慢慢来啊，你别紧张啊，你太紧张了。后面很多人好吗？没有啊。啊，他们去旁边。他们有两个柜台啊，别紧张，你太紧张了。慢慢来。